순간 설레고 있어요. 지금도 마찬가지고. 어머 어머, 真的是嘴巴有够甜。 28日，丁海寅与孙艺珍手牵手出席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发布会，两人互动充满了粉红泡泡，不禁让人怀疑会不会假戏真做。혹시날좋아하고있었어자밝혀보세요정혜인씨저는매순간설레고있어요지금도마찬가지고气氛相当暧昧的两人被拱对看三秒，孙艺珍的魅力就连丁海寅都害羞到不行。시작1초2초잘못쳐다보네요처음엔잘못쳐다봤어요너무아름다우셔가지고눈을못보겠더라고요계속눈을마주치면내리고뭔가너무떨려가지고근데아무튼너무아름다우시고또웃는게너무예쁘셔가지고而孙艺珍才刚和苏志燮欧巴谈完恋爱，这回与小鲜肉丁海寅大谈姐弟恋。被问到私下会不会请吃饭，他的回答可是羡慕死一堆人。저는사실몇번이나제가사주려고했는데미리계산을다해버리는거예요오호오지금 잠깐만요잠깐만요기자님들 아니여기혜인씨팬클럽와있나요 나나갔는데海寅欧巴真的是暖到不行。